我们的乐手老师超强的，超强的，比很多你在台北小巨蛋看过的乐团阵容还要坚强。他们当中有谁呢？有蔡琴的音乐总监，还有蔡琴的乐手老师，那一位，那一位。好，还有费玉清的音乐总监，厉害厉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大家今天都不用买门票，谢谢文化局。还有这位跟刘文正老师长期合作的。厉害的乐手老师，非常的厉害。坦白说，今年2020年哦，是充满挑战的一年。如果不是因为武汉肺炎，他们还没有办法全部都留在台湾，哎，都在各地演出。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是非常荣幸，非常开心。接下来舞台上要带大家转换一下，我们来一个有比较有气质一点的感觉哦。邀请到的这位是歌坛当中的漂亮宝贝，而且呢，她歌声甜美婉转，有这个小邓丽君之称。大家知道我在说谁吗？曹雅文。曹雅文有没有查？我们的粉丝，粉丝在那边，没错，牌子赶快拿出来好不好？没错，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曹雅文，今天晚上他要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咯。现场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金曲歌后曹雅文。Thank you.
开心。走，叽叽叫啦，这样啊，那个非常开心，感谢桃园市政府的邀请，然后很开心能够今天晚上跟大家见面，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听歌听得很开心，希望我今天准备的歌单大家都满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刚刚的那个主持人姐姐说我是小邓丽君，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刚好今天准备了邓丽君老师的歌，耶，好的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带来第二首歌曲，一样是邓丽君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《偿还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年轻世代的演艺诠释的感觉，非常开心今天再次看到雅文来到我们桃园演出，之前我们在那个桃园的国乐节，对，没错，哇，那时候有见过面，就觉得太惊艳了，而且听你唱现场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，感谢桃园市政府是邀请我，谢谢，因为你唱得太好听了，而且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今天是我们眷村文化节，就眷村有没有
什么印象？眷村吗？我觉得那个他们的什么食物都很好吃。对，我刚刚讲什么什么皮影，什么皮影，我突然间。我因为我觉得我们家，因为我的台南永康那边，然后就有一个眷村，然后那边有一个什么二空凉面之类的，就是他们好像是很有名的一个眷村的食物这样。那我跟你讲一下，我们这边楼岗地区哦，米干，对我刚刚在那个米干很好吃，有吃到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它点心都还有那个破酥包，也都是非常有名。哦，破酥包，破掉的破，但是是皮很酥，一层一层的，它是包子。可以包咸的，也可以包甜的。哦，现场我没有吃过破酥包的，应该大家都吃过吧？没吃过举手。哎呀，待会赶快去买来吃吃看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好。那当然，接下来还要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。我觉得你今天安排的歌都很用心，因为下一首歌就像当初那个我们眷村，其实是台湾很特别的一个文化，是漂洋过海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接下来要带的是哪一首好听的歌呢？漂洋过海的看你。好，掌声欢迎陶雅文，谢谢。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？在遥远的山里，望着。
山上水起，一生和你相依。谢谢，太难过了。我想要借大家的手，给我们乐队老师一个掌声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因为最近呢很忙，在忙我的第八张专辑，然后是全创作，所以大概在年底的时候会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更多支持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带这首歌一样，就是我的词曲创作，也是我得到第二十八届金曲奖的作品。苏良妹挂上好铃，谢谢。
单位文化局帮大家准备雨衣，需要雨衣的朋友可以赶快举手跟我们工作人员拿哈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要邀请到这位歌手也非常。